站前轮台第六游客最近转向黄色警示线后方等待，请勿倚靠或者推拉前方的安全门，安全门随后会有工作人员统一开启。请保持好正确坐姿，手中的眼镜暂时不需要佩戴，佩戴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旅程马上就要开始喽！欢迎大家来到孔刘记研究中心，我是此次行程的向导，很荣幸带领大家一起参观我们研究中心的鬼生态复原区，这可是6500万年来人类首次走进恐龙世界。我们采用鸟类的 DNA 左基蓝图，利用反向基因工程，最终重现了远古时期的生态环境。现在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丛林了。快看，这里有几只曲麦蜻蜓，它们的翼展将近1米，是目前已知地球史上最大的昆虫，很不可思议吧？在我们前方左右两侧的树干上有几只史前飞蛾，它们的花纹非常漂亮，体型同样也很巨大，翼展达到了60厘米，这是由于当时的空气中含氧量比现在要高，所以导致昆虫体型巨大。看到前方树底下那只巨型蜈蚣了吗？它起源于石炭计时器，距今已经有3亿年了。瞧，左边的丛林里有一只剑龙正在进食呢。剑龙是生活在侏罗纪晚期的植食性恐龙，它背上巨大的骨质板主要是用来调节自己体温的，所以送他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，叫做背着空调行走的恐龙。快看呐，这里有两只三角龙正在决斗，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可真是太幸运了。三角龙属鸟头目角龙科的植食性恐龙，它头上的眉角可以超过80公分呢，你看它们多厉害呀。哇，看到前方湖里的长脖子恐龙了吗？那是大名鼎鼎的雷龙，在它旁边喝水的是腹齿龙，腹齿龙生活在北美，是非常罕见的鸭嘴龙类。瞧，右手边还有一只腹齿龙呢，旁边的黑色球形建筑就是我们的野外观察站了，经常会有科学家在这里近距离观察恐龙的生活习性，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。我记得这里附近好像有一只禽龙妈妈，几个月前刚刚产下一窝恐龙蛋，它们应该还没有走远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找一找到底会藏在哪里呢。原来在左边已经有小恐龙孵化了，右手边这两个小家伙，它们的名字叫做鹦鹉嘴龙，是一种体型很小的植食性恐龙。前方我们将进入肉食性恐龙区了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那些非常凶猛的捕食者，不过大家放心，这里是有牢固的电网，我想我们很安全。这个是双冠龙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猎手。天哪，有3只双冠龙，它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捕猎，现在正在进食呢。那只倒霉的恐龙是一只肿头龙，它已经成为了双冠龙的美餐呢。我是无忌教授，控制了整个实验室，我的研究项目全部终止。现在第三期是我的专属项目。天哪，是我的护栏怎么被恐龙破坏了？这下个疯了，我得赶紧想办法联系研究所。所有保护区的巴士请立刻返回基地。对对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研究所难道遭到袭击了吗？
请大家不要惊慌，在座位上坐好，我们一定会竭力保证好大家的安全的。恐龙逃出来了。前方好像有一辆游览车。糟了，他们被恐龙长毛袭击了。这可是非常凶猛的炽热性恐龙。风铃队长，你还在吗？我想我们需要救援。还有龙的吃日，要把全部吃掉了。我们已经派出救援艇到你附近的码头去，尽快赶到码头，坐上救援艇离开。太好了，各位，码头就在前方，等一下我们就安全了。快看呐，码头在这儿呢。不好，水里那是我们的救生员。喂，你好吗？天哪，水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袭击了他，我们快去前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他。什么龙啊？是前中龙的声音，它就在附近。哇！叫中龙了，这很危险，码头要爆炸了，大家小心！哇！这湖，这湖，天哪！风铃队长，我们的救援失败了。不行了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掌控，研究中心各处都遭到了严重的袭击，我现在正在呼叫龙翔队长，对，他一定有办法。各位好，我是研究所的所长龙翔，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，我们待会儿见。太好了，各位，龙翔所长一定会有办法救我们出去的。都应该冲上来。哎，你是前中龙，这可是恐龙时期的霸主，我们快走。这边。前方好像有个山洞，我们赶紧进去躲一躲。前中龙庞大的身躯，我想它应该是进不来的。啊！车子坏了，车子坏掉了。这要戴眼镜吗？戴好了，都已经。这个山洞看起来可真漂亮，特别是这些神奇的发光植物，不过这里也太黑了，我们还是把眼镜戴上，这样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眼睛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山洞还没有经过勘探，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出口，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不要再继续往前了。我已经将车辆定位发送给了研究中心，我们就待在这里安静的等待龙翔所长的救援比较好，对吧？请各位放心，龙翔所长一定会有办法救我们出去的。这辆戴眼镜了，军幕右边对吧？开始。哎呀，两位，怎么声音 ？BBQ 了吧？扯到前面了。我还玩呢，这我肯定洗。扯到前面了。哦，对，动了吧？全黑了。Thank you.
我们安全。太好了，各位，龙翔所长打败了杰州龙，现在我们安全了。多亏了他和他的救援队，让我们成功躲过了恐龙的袭击。刚刚可真是太危险了，巨猿和杰州龙来了一次亲密接触，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呀。出口已经找到了，前方我们即将返回研究中心。到了，到了。现在请大家将手中的眼镜放入工作人员手中的篮筐内，车门即将开启，请您注意脚下台阶，当心碰头，带好随身物品，欢迎大家下次再来，拜拜。